始终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以心为众生主名义，即是留谁的谜。日落暮息，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，渡几场游戏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段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你放心，我这一生一世都陪在你身边，我一生一世都陪着你。不对，不对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即使我们现在没了圣果，我肯定还有办法救你的圣物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我带你走，走。抓住他们！星辰，起来，走。还说，圣果到底在哪儿？被雷爷他们抢走了。胡说，我骗你干嘛呀？本来我们协商好这棵圣果是给你摘的，但是过程中被雷爷和另外一个人给抢走了。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他。你们看着他，几位跟我走。是。别动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让雷亚偷走了圣果？谁告诉你的？我没有。你要是再不说，打死你！放下枪！你先把枪放下。别动！
这儿有瓶好酒，是汉斯给我的，他说是从德国带回来的，要尝一下吗？可好喝了，尝尝啊！哎，太坏了，这么好的东西藏起来。来来来，就是，今天全给他喝光。自己喝啊！这儿还有，这劲儿还挺大，真天，你怎么不喝？那个，我敬你一杯，来。我知道你在酒里边加了料，想麻烦我。乔振坤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拿走圣果。圣果到底在哪里？教授说的是尸体，我们没有得到圣果。别忘了，要是没有我的药膏，你活不到现在。我们只是想做研究，并不想抢你的圣果。只要找到圣树，我就会治好你的病。既然是你第一次敬我酒，我必须喝，先干为敬。星辰，你比我有福气，赶紧走吧。圣果竟然还敢用假圣果来骗我们，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。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外面调集武器，到时候一定给他们致命的一击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对不起，父亲，假圣果的事暴露了。是我和月影，也为了救我而摔落悬崖。会了，少佐，我没听清，你刚才说月影怎么了？月影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是我不该把圣果核拿给汉斯研究的。对不起。我去找月影，别去啊！行，怎么花变成小了？这事情，父亲，乔振坤恐怕会再次攻打山木族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我会吩咐空禅，你们先回去吧。
怎么又来了？现在，星辰的父亲已经接受我了，我也认了空禅为师。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。我希望，你还是少来的好。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星辰那晚喝醉了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你心里最清楚了。云长，我知道你心里嫉妒，但你也不能总拿这个来说事儿啊。我可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楚天瑶，你害了这么多人，你认为我不知道吗？凡事都要讲个证据，不能乱说话。你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，现在我唯一该做的，就是保护好星辰的亲骨肉。叶兄，上官小姐，我女儿不见很多天了，乔家的人带着警察也全都消失了。还有，德国专家穆星辰、楚天瑶全都不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到处去找，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去哪了。我只听说有人看到他们出城了。现在医馆也关门了，警察局也没人管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，我该怎么办？乔长坤不是身患重病吗？他过去了神木族，要偷取圣火吧？这家伙贼心不死。不行，我跟你去一趟神木族。那太好了。爹，爹，你坚持住啊！爹。谁啊？你谁啊？乔震天，你跟我来。对不起你，我
个拆散。对不起，是人对我不好，是不能在一起，伺候你们的合葬吗？也算了了你们一桩心愿呢。陈天，陈天，陈天，怎么了？我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见到一个人，他是神木族的空禅，你认识吗？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当年我是木南月的未婚妻，未来的族长夫人。这里真美，我为了忘记这份痛苦，每天喝得跟烂泥一样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。Thank you.
之位的小人，我下毒报复了他。听那个毒妇胡说，他还跟我说我身上的孢子病毒是你故意传染给我的，你为了引他出来居然这么对我。这个毒妇在哪？让他出来！要不是他对我下毒，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。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他们在哪。报告厅长，没有找到局长。朱小山他们人呢？他们人都不见了。说不定他们已经跑了。这个逆子简直无法无天。报告厅长，武器运来了。太好了，带我去看看。是。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只要可以找到云儿，再辛苦也无所谓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。组长，是否再考虑一下？决死之刑乃我族禁术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启动。组长，那些外人卑鄙无耻，比武不守信用，如今又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们不可以放过他们。我不能放过他们，放过太爷。我身为神木族族长，有义务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外面那些人贪图我们的圣果，对我们一再相逼，我就在这里使用决死之刑，给他们一些教训，希望他们能够因此远离这里，不要再打扰我们神木族的安宁。果然只能如此吧。快跑！
绝死之刑，那我们赶紧去阻止他们呀！来不及了，绝死之刑一旦发动，就无法阻止。但还是过去看一下。 辛苦你了，这是身为技师应该做的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岳坤，你去看看乔振坤那边有什么消息。是。大家也都回去吧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一定会守护神木组。是，组长。 父亲，刚刚那是绝死之刑。没错，为父就是想给乔正坤他们那些人一点教训。可是，父亲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绝死之刑只能使用一次。希望经过这次教训，他们能够知难而退。 上官清河、叶秋实来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乔振坤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保护汉斯教授他们来这里做科研考察，没想到神木族的人滥杀无辜，我们很多弟兄都死在里面。那我女儿呢？你女儿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看着她？ 打起仗来乱糟糟的，谁还注意那么多？那怎么办？我看不对吧？搞科研用得着这么大阵势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找圣果为自己治病，所以不惜牺牲那么多人。那生病的又不是你们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圣果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唯一能给我解药的人只有空禅。 对，你和他不是有旧情吗？你去帮我拿解药，不可能。来人！站住！这什么意思？不帮我拿解药，
大家一起死吧。连长，连长。长短一生。